穿越回来的女友和我说出了惊天秘密。你甩了我，那后来呢？没有后来了，后来你受不了打击，就从桥上。所以你来找我，其实就是为了你心里过得去。不是，从那之后我真的非常后悔。一开始确实是想弥补一下我的错误，但现在我发现，我好像是真的喜欢你，小乔，能原谅我吗？我这有什么可原谅的？你说的这件事儿我都没经历过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小乔，你真不打算回商 K 了吗？我自己不太懂经营，而且商 K 是给你买的。其实我想明白了，我压根儿也没开过商 K 呀。我就是想着我比较懂，能帮帮你。现在那些商 K 太贵了，如果是我呀，我肯定就去那些平价的店儿，对吧？我记得上次你用那个闪办在线买单，不就便宜挺多吗？对吧？你可以加入吗？那我考虑一下吧。还有小强，你最近有没有去相亲啊？我想了一下，能骗我17万的女生，可能我是真的喜欢吧。镜子里的人说假话。